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一个亚洲盘的讲解。今天是2018年1月31号，星期三啊，也是在这个月本周这个月的一个最后一天。那么在明天的话，就进入到2月份了。在今天和明天的一个晚上的交界处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磅的消息要公布。第一个是今天晚上的这个美国非农的就业人口的变化，那么第二个是来自于美联储在宣布1月份的一个这个利率决议的一个。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它即将会影响到市场上美联储在，即将会影响到这个市场上这个接下来，我觉得2月份加息的，就是在这次公布利率会议加息的概率不太大了。我们昨天谈到过，但是这个加息的概率不太大，它如果一旦真的没有加息的话，那么也将意味着3月份的加息的概率很大，对吧？那市场往往会提前去释放出这种预期。那如果在今天凌晨，啊，也就是明天呢，明天凌晨，大家再去看到美联储在宣布自己货币政策的纪要的这个那一瞬间，那市场上那些美元底部会不会再次出现反弹？这个是我现在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同学们现在能听到我讲话吗？线上同学，大家能听到我讲话吗？好的，好的，好的，OK，那我们继续开始进行啊。那么我给今天定了一个主题啊，就是黄金、美元纷纷下跌，大势将至。其实最近的行情很奇怪，奇怪在于就是黄金对于美元的一个走势，它的一个相关度好像出现了背离。曾经它是一个负相关，对吧？黄金走强，美元这个美元走跌，美元走强，黄金走跌，两者相反。但是最近啊，黄金也在跌。黄金在1350到1400这个区间好像涨不上去了，美元在89这个地方好像又跌不下去了，涨上去又跌下去，涨上去又跌下去，就很奇怪。其实我们去观察历史上，但凡出现黄金和美元纷纷下跌的时刻，大家都应该警惕，很诡异啊，很诡异。那么所以说，接下来市场该怎么走？那么我现在的一个猜想就是，黄金在继续走弱。美元也跟着走弱，这种概率会不会存在？就是美元在宣布，在今天晚上宣布利率决议之后，2月份不加息，然后再跌一波，从89往下跌，把曾经在89这边看多的这些人先打掉，然后再次拉上去，释放3月份加息的预期，有没有这种可能？啊，那么黄金会怎么走？市场上的非美会怎么走？那如果美元是按照，真的是按照这个路径来看的话？啊，我们来看到，盘面啊，我们先讲一讲盘面。那如果美元指数真的是按照这个路径来走的话，怎么办？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如果今天不加息，啊，如果今天不加息，好，先跌一波，跌破下去。然后让在80前方支撑处看涨美元的这些多头先去打消自己看涨的意愿，或者是把这里曾经的一些买入美元的多头头寸的这些投资人先把它止损掉，然后呢释放3月份的预期，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先把这个今天我们的一个对于市场的一个讲解先把它去把这个思路去把它写到这个盘面上啊。美元指数消化不加息，这个2月份不加息的事实，然后提前反应3月份加息的，应该不是提前反应啊，提前释放。3月份加息的预期，那么如果是按照这个路径来走的话，那美元指数就会出现一个先跌，然后再次拉涨的一个态势。所以说我们要警惕啊，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在重大消息公布之前，我建议大家需要变得更加谨慎一些
啊，我们把这句话写到旁边。那美元指数会不会走出这样的一个路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待观察的。打下去，然后把多头打掉，再拉上去，会不会走这样子一个底部的一个 W 底？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因为现在大家去观察市场上的一些情绪啊，其实今天来看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啊，不要太过于去交易太多。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说是应该谨慎一些。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对于普遍的一个反应就是2月份不加息。那么大家去想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大家都认为2月份不加息，而且这边已经有新闻指出。投资人应该关注今晚公布的小非农数据以及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不过，针对今晚1月的利率决议，澳新银行说，货币政策不太可能成为美元情绪转变的触发器。货币政策不太可能成为美元情绪的转变的触发器，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现在美元指数还很弱，货币政策的导向不太可能在近期改变美元的一个方向，大概就这个意思啊。美联储1月份会不会发布经济展望？会不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因此市场预期影响不大。美联储在12月份刚刚降完息，最重要的是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增长和通胀的前景。加拿大皇家银行也认为最平淡的会议之一，加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啊，加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政策声明是唯一的看点。那么政策声明是唯一的看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今年加息的次数、今年加息的频率，以及美联储对于2018年整体美国经济的一个普遍的预期，以及3月份加息的概率，三件事啊，大家一定要今天如果晚今天凌晨大家有那个可以提前休息一下啊，就是喜欢去看这个货币政策直播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看那个美联储到底讲了什么。看这个鲍威尔到底讲了什么？本次声明会比12月份更加鹰派，稳健扩张意味着有了注意的调整，整体核心通胀仍低于2%，这是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就整体的核心通胀，我们之前讲到过，为什么美国这么现在在收紧货币政策的同时，在有加息预期的同时，它的通胀一直上不去？我们做过非常非常全面的论证，但美联储会声称基于市场的通胀补偿会仍然较低。继续看空美元走势，原因在于特朗普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弱美元政策一直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目标等。好，注意啊，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的，就是二月份刚才所讲到过，我们在给近期美元走势定了一个基调，就是近期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反弹啊，并非反转。那么我们在给美元指数定了一个基调之后，我们来再回到那些非美货币上，它会怎么去走呢？如果美元在底部形成一个反弹，那么反弹就意味着高抛低吸，在底部反是趋势并未逆转，那么我们就在高去空，对吗？那么这些非美货币同也是一样的道理，欧元的、英镑的、黄金的甚至是澳币、纽币的。都应当是去围着美元指数这个思路去进行运转，就美指在底部反弹，那么当它开始反弹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去高空非美货币；当它反弹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当去，我们就应当去这个低位买入非美货币。所以说今天晚上啊，我觉得还是。今天晚上的话，虽然说市场上给予的普遍的这个动向都不太大，预期也不太大，但是我觉得它会直接决定三月份释放加息预期的强度，所以说还是蛮关键的。虽然说二月份加息普遍对于加息的预期不太大啊，就是说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受到所有的这些投资人的关注。那所以如果它提前释放三月份加息的预期的话，如果刚才我画的这个路径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是按照这个路径来发展的话，那下跌下去，消化二月份不加息的事实，然后再次上涨，因为二月份不加息，使得三月份加息的预期变强。注意啊，因为二月份不加息，反倒促使三月份加息的预期变强。这个时候，美元加息的预期会提前的释放出来，
也就是在今天过后，直接决定了2月份到3月份美元指数一个宏观的走向。我反倒觉得不加息，美元走强，反弹的概率会更大一些，这是我的观点。那所以说，大家现在应当是提前去警惕啊，提前是警惕一下，布局一下。那我们来看到这个今天的一个财经日历啊，我们看到今天财经日历，首先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今天这个特朗普讲话，当然也没有说什么，对市场的这个影响也不太大。主要还是就他的一个经济问题啊，就整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复苏啊，包括这个对于整个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问题啊，就讲了一些，还是按照他之前的一个，还是延续他之前的一个观点。那么另外在晚上的时候，在下午4:55有一个德国失业人口的变化啊，德国这个失业率也非常重要。他因为我们看到昨天来自于美元指数的一个下跌，它就是由于欧洲经济基本面消息的公布的利好，使得美元指数下跌，欧元开启了反弹。那所以说，今天在4:55，这个欧元区的数据，德国的这个失业人口的数据，会不会再次促使欧元区攀升到1.25原先制定的一个高点，再次形成阻力？我觉得可能。那所以说，今天在4:55这个公布消息的时候，我们应当警惕的是，不要做空欧元。应当期盼的是，欧元如果能再次回到 1.25 那个高点的话，我们应当去在更高的位置寻找一些机会去布局，而不是现在啊。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晚上的这个欧元区的这个 CPI 数据，9.15%，非农就业人口变化，一月份的9.15%啊，非农就业人口变化，从这个。从以往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的非农反倒不太，就是说不太重要啊，不太重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前值是2500K 啊，250K， 然后预测的话是191，就是预测值要比前值要低一些啊，要比前值要低一些。那所以说，大家普遍对于这一次啊不太看好。那如果它如果超乎预期的话，那我相信美元还是会有一波比较大幅度的反弹啊。那么我们具体看今天晚上它公布的一个数据，然后再就是在明天啊凌晨3点啊，这个 FOMC 声明利率决议。所以说今天在明天这个过渡的窗口期啊，我觉得大家尽量的不要去做太多的一个交易，不要尽量的少做交易为主，尽量的以观望为主。因为我刚才讲到过，就是说我们在经过3点之后，如果他宣布不加息，那美元指数在底部出现了一些反弹的迹象的话，来，我们来回到盘面啊。如打比方说啊，现在的时间一直到明天凌晨3点，美联储不加息。然后美元如果是走了像我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话，如果是按照这个路径在走的话，在这个地方反弹下跌 ，OK， 跌不下去了，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些底部的信号，也就是出现了大型阳线的上涨的吞没，或者是出现了双底的结构，那么我觉得三月份加息的预期就会释放出来，那么我们才再考虑在3点。或者是明天的时间内去在这个底部寻找一些再次去试着抄底美元的一个交易的机会。那如果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今天晚上如果直接美元指数再次跌穿掉前面的低点的话，就是 88.50 再次跌穿啊，注意啊，再次跌穿，那么我们的这个去看涨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先暂时的搁置一下。现在对于在 88.60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支撑它是今天我们从上个月开始就预测的第三个支撑位置，但如果再往下破的话，那美指去到88、87、86会成为它接下来的一道一道的门槛。那所以说现在短期能不能防守住 88 点，
短期能不能防守住88.60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位置。我倒是更加期盼的是美元指数去走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啊，下跌下来，哎，上去，再次下跌。那么这再次下跌的话，它不一定会破前低啊，不一定会破前低。那么如果是像这样子一个形态的话，双底的构成的话，如果出现了某种上涨的信号，那我就会在这个地方去再次介入到，美元指数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左侧的多单，再次会介入到美元指数左侧的多单。那反之，再次会介入到那些非美货币再次涨到曾经的一个支撑位置的一个多单。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欧元对美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欧美现在在日线级别上，好像似乎又出现了一些再次向上拐头的一个迹象，再次向上拐头。那如果是昨天收线，如果是收阴线的话，如果欧元对美元昨天如果是收阴线的话，那我倒觉得这次再次往下去跌的，再次去往下跌的可能性会很大。但是昨天收线，它收了一根阳线，然后今天的开盘价直接开展了昨天的收盘价之上。所以说，欧美它再次去触及到1.25前期高点的概率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在现在这个价格，一定不太适合去做欧元的交易，不要去多去空。我觉得要空的话，刚才我讲到过啊，等美指再次去试探底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欧美会再次来到1.25的前高，那么在前高出现了某种反转信号，比如说双顶啊、头肩顶啊，对吗？我们之前在澳币上去试验过，在英镑上去试验过，出现头肩顶、出现双顶，或者是大型阴线的吞没，那么我们看到在顶部确实有二次再次被构筑的一个事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再次介入到欧元对美元的空单，所以说现在不太适宜现在去交易欧元对美元。我们来看到4小时啊，日线级别，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排蜡烛的一个组合，我觉得还是比较啊，这个方向还是比较不明朗。当然，总体的方向还是想往上再走啊。还记得大家在我在前天跟大家讲到的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啊，就是欧元对美元为什么在对美元为什么在1.24这个地方不让大家做多，还记得吗？啊，因为曾经昨天讲到过，因为这个地方曾经被打下来过。它如果再次去攻打的话，它的强度力度一定会有所削弱。那么，我给大家欧元对美元在顶部高抛低吸的一个最佳的买点，就是在1.2330附近。那1.2330到1.2335，也就是这块区域附近，还记得吗？当时是。OK，好，这样子啊。当时欧美在1.24的时候，让大家千万不要去买啊，千万不要去买，买的话就止损掉了。最佳的买点应当是在这个蝴蝶形态的低点的完结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蝴蝶形态最终欧美在走到了1.2340，再次下跌不破前低。那么我们的一个选择的介入点，应当是在这两个位置，就是欧元对美元的点是在这两个位置，而不是在1.24。前天讲到过，反复去提及到过啊，就是欧元对美元你要买，一定要买在我所给大家画的这个蝴蝶形态低点完结的这个区间里面，而不是要在1.24这个地方买。当然，我们昨天看到欧美在形成了一个下降通道的时候，那么在它通道被上涨破位的那一瞬间，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是不应该去执行任何交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定要是在价格走到某一个阻力，或者是走到某一个支撑位置的时候，我们让它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些向下反转的信号。如果是直接大型阳线的吞没上涨，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左侧介入是非常危险的啊，因为你是在做一个预期。不要交易预期，要交易什么呢？不要交易预期，交易事实。OK，在交易当中啊，注意啊，这两个因素很重要，很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啊，不要交易预期。预期是什么呢？打比如说啊，打比如说，我换一张空白的图啊，打比如说，
OK，一波上涨趋势，对吗？那么我如果在这个地方选择做空，在这个地方选择做空，那么我会去打比方说啊，如果是左侧交易的话啊，选择做空，那么我一定是等在当它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拐头向下的迹象，比如说啊，向上走。高点越来越高，高点越来越高，高点越来越高，不要在这些位置使用挂单，尤其是在使用交易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挂单。为什么不要使用挂单？因为挂单这两个字，它本身就带有一些左侧交易的色彩在里面。挂单它本来就是左侧交易，你为什么会去挂单？打比如说啊，老师，我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做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会跌。好，问题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是，你觉得它会跌，但市场并不是你觉得它会跌它就会跌，你这是预期。所以说，又回到我刚才讲到的那个道理，不要交易预期，所以说不要觉得你会跌就在那个地方去挂单，挂单它往往带有一些左侧交易的色彩在里面，知道吗？那。要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左侧交易，怎么入场呢？哎，等它涨，我们耐心一点，等它涨到1.2330啊，等它涨到1.2330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型阴线的吞没，向下的吞没，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那么在这个地方，它已经由一个本来是一个上涨阻力的预期，变成了一个。确实会下降的事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找一个回踩点入场，找一个回踩点入场。那如果是大型阳线的吞没怎么办？如果打比方说啊，我本来想在这个地方去做交易，哎，啊打比方说啊，我本来想在这个地方做啊，想做这个空单，欧元对美元的空单，这个时候价格是1.2430几啊，3536的样子。当价格走到这里的时候，还没有到达我最佳入场点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应该是耐心的等。当它触及到这个，我们去沿着这个趋势线往上画啊，把高点触及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啊，当它触及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还是先不动，因为万一出现了像这样子大型阳线的上涨，那么这个上涨的结构就被破坏掉了，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去空了。当然，它不是被破坏了，它可能是再一次猛烈的一个上涨，去创造一个更高的高点，那么给这个上涨通道的一个路径就被破坏掉了。所以说，我们往往在做这种左侧交易的时候，尤其应当注意，尽量的少使用挂单，好吗？尽量的少使用挂单。像这个蝴蝶形态也是一样的，涨上去，跌下来，其实在这一个圈圈里面，这个点是最好的一个入场点。啊，最好的一个入场点。前天就提示到大家过，1.24这个地方去买入欧美，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错误的，啊，一定是错误的。那最好的买点就是在蝴蝶形态的这个点。那最后我们看到双破，然后再次拉涨上去，破掉前面的一个下降的一个阻力位置，下降的一个阻力位置，然后回踩回来，再次上涨。那么现在欧美怎么看？啊，现在欧美怎么看？首先，第一，我要说的是，欧美现在不太适宜做交易，任何的空多现在都不要入场啊。我更加盼望的是，欧美如果它能走到一个极限的位置，再次去攀升到前期的高点，也就是在1.25、1.2520，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会去在这个地方去做进一步的观测，我会再去做进一步的观测。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把现在的目光。那我建议大家把现在的目光全部投向到1.25前期的高点。当它去走到这个高点的时候，那么底部的一个 N 型结构的调整就出来了啊，底部的一个 N 型结构的调整就出来了。什么叫 N 型啊？很简单，再来跟大家打个比喻啊，在交易当中，往往我们会碰到下降趋势、下降趋势、下降趋势、下降趋势。下降趋势，突然间有一天拉上去啊，突然间有一天拉上去，那怎么办？当我们屡屡碰到这种行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
这个时候首先做的第一步就是画一条趋势线，连接上方的一个高点压力点，去找到那个破位的地方。破位的地方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对吗？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被破位，那么我们可以基本的认定它下降的趋势仍然在形成，高点正在变低。但是如果一旦某一天某个瞬间它的高点没能再变低的时候，创造出了一个新高的话，打破前方的种种压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去连接它的高点，依次连接下来，然后破位点，找到那个它的一个叫 turning point，然后再去看它突破。往往都会形成回踩，为什么？昨天去讲到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多头被套还没到止损位，恐惧使得反向操作。那么这个时候一样的道理，在这个地方去做空的这些空头，他看到破位之后，他首先第一是恐惧，第二是他往往会希望价格能再次回到它的一个成本价格，我再到这个地方。把我的空头转变为多头，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加速趋势的进一步上涨。回到这里啊，一模一样的路径，看到没有？下跌下来，上涨上去，下跌下来，上涨上去，下跌下来，上涨上去，没能创新高，连续的一二三四五大型阴线上涨。那么这里的空头一旦趋势回来，他们一定会全部获利了结的同时，那些激进的投资人，那些看涨欧元对美元的机构，一定会在这个地方再次去买入欧元对美元。接下来，我就期望他去攀升一个更高的高点。啊，当大家在屡屡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一定要想到老师今天给大家演示的这个模型啊，它不但是一个模型，它是市场背后市场的每一个参与者心理层面的一个博弈，大家注意啊，一定不要小看图形的力量啊！图形它的背后是反应，心理博弈。那么这个心理博弈，其中有恐慌、恐惧、心急。和激进，啊，这种心理层面的反应啊，为什么我觉得图形很重要，技术分析很重要，它的要点就在于，图形它并不是单单的只是一个图形，图形它反映的是市场当中，市场背后每个参与者在交易当中留下的印记，那么这个交易当中留下的印记，它直接就反映出这参与者他背后心理层面的博弈，这心理层面就包含了恐慌、恐惧，他的急躁与激进，共同形成了市场的图形，非常非常重要啊！记住这个观点。那么现在欧元对美元在上涨上去之后，回踩到曾经的破位点。刚才去讲到过，为什么会回踩到曾经的破位点，对吗？好，那么现在更加期盼的是，去形成一个 N 字形结构。同样的，也是一个上涨过后回踩下来。那上涨过后回踩下来，走完一个 AB 等于 CD 的调整，啊，等于 AB 等于 CD 的调整。OK，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现在的焦距点放置在1.2520到1.2500上方的这个阻力的区间，再次去等待它能不能冲击到这儿。如果能冲击到这儿，那么我会建议大家在上方的区间进行交易。当然不一定是空单啊，不一定是空单。为什么呢？因为欧美的基本面太强了，欧元的基本面很强，所以说这个地方它一旦不能成功，就变成人，这是我们之前在1.23去做多欧元对美元的思路是一模一样，大家能明白吗？就是1.25它成为欧美的下一个分水岭，如果再次破掉的话，那么1.25这个地方它会由一个阻力变成一个进一步上涨，去支撑欧元对美元，再次去走到一个更高点的一个支撑，这样子一个多空的转换。那么所以说，我们应当去把现在的交易的据点关注在1.25。
到1.2530这个空间上，甭管是多还是空啊，我们都不应该把现在的价格关注在这个位置，没有意义啊，我觉得没有意义。OK，啊，这个是欧元对美元的这个一小时图的分析啊。那么这个蝴蝶形态啊，大家去看啊，这个蝴蝶形态我们在前天讲到过，就是欧美要多就一定是要多在下边，不是在1.24这个位置啊，不太好。那么这个蝴蝶形态的话，我们如果去用一个损益比来衡量的话，大家怎么出场？首先，哎，把出场的第一目标啊，就这个蝴蝶形态，我们以后如果再碰到这样的形态啊，教大家怎么去出场，怎么去通过这个支撑和阻力和图形出场。第一出场位置一定是要放置在下行压力线的边缘，就是这儿，就是它破位的这个地方。因为当你在这个地方做多的时候，价格走到这儿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它是否会继续往下走，所以说，当我们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预判，我们在此应该去做一部分获利的了结，对吧？对不对？这个逻辑很简单嘛，对不对？不知道怎么看目标，画一条线，找到它的那个下降压力线的高点的位置，然后出场，第一目标获利。那如果你发现它再次往上走了怎么办？像这个地方破位往上走怎么办？就说明趋势有可能进一步上涨，因为下降压力线破位了。OK，好，上涨上去，回来，好，再次上涨。OK，那么现在来看，你还有一部分持仓是吗？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去等待它破掉前一部分的1.25、1.2450的前高，然后再去到我刚才讲到的1.25。那么你的第二个目标，适当的就应该放置在1.25这个位置，损益比1:6.5，啊，损益比1:6.5。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交易的思路。讲到过啊，怎么出场？第一是看这个价格，说白了，看价格就是看它有没有去走到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啊，关键的位置。第二个看损益比，损益比首先第一个损益比是1:2，第二个损益比1:6.5，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你出场的一个要素。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你出场的要素。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道理，我们来回到这个模型上来看。我们来回到这个模型，那像在这些位置去做空的话，在左侧交易做空在哪出场呢？啊，这些位置肯定都是出场点啊，这些位置都是出场点，曾经的一个下降，因为你是在上升趋势当中做空嘛，对不对？上升趋势当中做空，如果能它回到你再次去破位的那个位置，就应该作为你的出场点，能明白吗？啊，像这样子，像这样的也是一样的啊。像这样的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下降趋势，我们在这个地方去下降趋势当中去做空，在这个地方做空，那么出场点啊，怎么叫出场点？跌到这儿，上涨回来。如果你发现它如果再次去有创造一个新的低点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应该选择去平仓一部分，顺着趋势再往下走。那么我们在这个趋势交易当中，就应当去使用追踪啊这个追踪止损的策略。这怎么用？我们以后再专门开一个，专门再找个时间，就这个止损这个话题做一个详细的讲解。我觉得止损是在交易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啊，打三个感叹号啊！我觉得怎么止损，在哪儿止，止多少，怎么止？三个原因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我们需要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专门就这一个止损这个话题进行详细的探讨和全面的论证。啊，今天因为是亚洲盘讲解的时间，就不花太多的时间跟大家在这个细节上进行探讨了啊，好吗？那么欧美的话，进一步看吧，好吧，进一步看，我们把焦距点放置在1.25更高的高点，现在不太适宜做交易，等待 N 型结构。趋势线的破位，N 型结构回踩，再次去完成另外一个低点，走完一个 AB 等于 CD 的阶段，我们在这里再做观测，好吧？那么接下来看看英镑，好，那么英镑很有意思啊，
英镑，我们昨天再去谈到过的时候，去讲到过英镑的一个下跌趋势可能会先来，因为它上涨的过于强烈，那么这一次可能下跌的会非常的迅速。但是英镑昨天晚上却受到了一个消息面的冲击，形成了大型阳线的上涨。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立马要改变我们的思路，就英镑现在尽管它有可能再次面临下降的可能性和趋势和这个几率和概率，但是由于短期英镑的强烈的反弹，所以说使得我们现在短期并不再去看多它，并不再去看空它，而且日线级别大型阳线吞没上涨，这个腰带线，然后锤子线，阴线的下跌，再次出现阳线的上涨，而且开盘价收在了前方的收盘价之上。那所以说，我们如果从这个动态来看的话，那么英镑接下来去弥补到前方的一个空缺的缺口啊，就是这里的一个缺口，曾经的一个高点的缺口的概率很大。也就是说，英镑就按目前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应该是个继续往上做的一个趋势，就是怎么做都应该是往上做的趋势，因为日线收线还没有结束，它的高点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啊，就如果不看这个图形的话，如果就单单这个图形来看的话，而今天的开盘价如果没能开在昨天的收盘价之上，而是开在了之下，那比英镑有接下来再进一步下跌的可能。但是由于今天的一个开盘价直接开在了昨天的收盘价之上，表明市场上的那些多头还在愿意持续的在1.41这个价格去持续的买入英镑。所以说，我们不能跟市场上那些多，我们应当是顺势他们。应该是顺着他们去进行交易。那反观到4小时图上啊，反观到4小时，这确实倒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4小时的上涨通道明明已经破位了，结果破位之后再次拉回，那么我们在顶部的空单应该去做一个了结了，那么昨天在顶部英镑的空单应当在趋势涨破这个压力线的时候，这根阻力线的时候，应当去做了结了，啊，就是 1.4100 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支撑跟阻力，曾经的破位的位置，现在这个破位的位置被打破之后，再次上涨上去，我们应当把空头在这个地方全部了结，因为英镑面临再一次反弹的可能。面临现在正在是进行时，就所以说，如果它没能反弹过这个阻力线的话，有着前方上升压力线的破位，那么英镑应当是一个继续向下的走势。可是由于市场的力量促使英镑再次上涨，所以说我们短期并不能再看空英镑了啊，我们不能再看空英镑了，至少在这个价格，我觉得不能再看空英镑了。如果去把这个趋势线继续延长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它去触及到趋势线底端还有将近100点左右的距离，那么这个100点左右的距离，那又是刚刚好去触及到前方的一个英镑所创造出来在 1.3 的一个高点。 OK， 但是我觉得英镑就这个涨势来看的话，它既然在4小时破位了没能跌下去，说明它上涨的动能很强烈很强，所以说当它再次来到 1.43 的时候，这个地方会不会成为英镑的下一个关卡，我持保留，反倒觉得英镑现在如此强烈的一个上涨的动能会轻易的使得它去再次冲破到 1.43， 因为上方的高点，我觉得英镑上方的一个高点啊，就是阻力点，真正的一个阻力点是在 1.44， 反而不是在 1.43， 所以说这个地方英镑有没有可能再次去上涨破 1.43， 去到 1.44 再次下跌，我觉得还有待考证。所以说现在进一步看的话，英镑仍然是在强烈的上涨，不太适宜去空这个价格，不太适宜去空，好吗？这个是英镑在四小时当中的一个4小时当中的反应啊。我们昨天在给出的一个建议就是，英镑如果能破掉，因为在1小时当中破位了是吧，破位前方的支撑再次下行，那如果再次破掉这个形态的话，那我们就应当去空，但是昨天英镑并没有再次往下走啊，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做空，等它破位再空，但是昨天英镑直接就连续的大型阳线拉上去了，所以说这个单子应该是取消离场啊，应该是取消，不应该再去在这个地方再去空了啊，因为价格没有到直接上去了，
而且是打破前方的一个支撑上去了，又破开了前面的阻力，又上去了。像这样的形态啊，我们这个底部的空单应该是取消，不要再把它挂在这儿了啊，因为这个形态已经没有构成了。这个，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昨天是走这样的一个形态了，破掉前低啊，破掉前低，我们来看到五十日均线其实也是个样子，那均线已经其实有拐头向下了，对吧？OK，那么在这个时候，它已经是破横穿过五十日均线了。那么横穿过五十日均线的话，说明趋势可能有所反转。如果是在五十日均线的压制之下的话，啊，如果是中间有一部分空间一直在五十日均线压制之下的话，那么说明趋势还是有可能继续向下行。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形态，那说明趋势会继续 continuation 啊，会继续往下走，会继续延续跌势。那么我们应该是在价格走到1.40的时候去空它，而不是在。不是在这个上涨过后再去空，因为上涨过后表示着这个图形已经夭折了啊，这个图形的形态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就应该把它删除掉，同时在这个地方去挂入英镑的破位的空单也应该把它取消掉。那么现在五十日均线拐头向上，我觉得我们应当继续去恢复到对于英镑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格局。那所以说昨天啊，英镑的这一波下跌，英镑的这一波下跌是一个假突破啊，是一个假突破，好吗？这个是英镑啊，英镑。看看黄金啊，今天的一个讲解的一个重点啊，就是黄金。黄金跟美元居然出现了同时往下走的现象，黄金跟美元出现同时往下走，美元在跌，黄金也在跌，很奇怪，说明市场上现在对于，市场上现在普遍对于美元的继续看涨，以及对于黄金的继续看涨，都持保留态度。但是我目前对于黄金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就是黄金只要是它不破掉1370到1360这个高位的区间，我都认为黄金在此可以形成一些做空的机会，仍然没有改变啊。我们来看到这个K 线图，看一张干净的 K 线图。我觉得现在黄金在1344，从日线级别来进行解构的话，它有再次去上涨，并且走到一个高点，再次往下走的可能。那如果黄金在此，如果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头肩顶的话，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担心它会去走这个形态，因为现在市场上对于黄金的一些看法都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的觉得黄金会继续上涨，有的觉得黄金会继续的下跌。那么看涨的，在昨天黄金涨到1349的时候，那些在顶部买入的多头今天全部被打止损掉。我们来找一找那个头肩顶的形态在哪儿。在这儿啊。那黄金如果在这个地方，这样子 OK， 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构筑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头肩顶的话，我觉得黄金接下来还是会继续往下去走。那所以说黄金现在大家还是应当去关注到，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认为黄金大家近期应当还是它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高位的空啊，上升的一个高位的空。那么我们昨天给出黄金的建议在一小时当中在四小时当中大家还记得吗？说黄金下跌趋势可能已经来临，在顶部反复去构筑大型阴线吞没三只乌鸦啊，我们是根据日本蜡烛图，而且在这个地方构筑了双顶的结构做空黄金的，是吗？那么黄金昨天再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反弹到某些关键结构位置，那1345不就是昨天反弹的关键的结构位置吗？曾经的支撑跟阻力互换的位置，黄金破位掉1345下行反弹回来，形成了这样的结构啊。某一个趋势破位下行反弹回来啊，破位下行反弹回来，那么像这一类的点呢，都是我们可以考虑去位置。昨天黄金就是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教科书的形态啊，下跌下去反弹上来，破前低反弹上来，再次下跌下去破前低再次反弹上来，
黄金在4小时的一个低点被抬低的格局正在被构筑，高点被抬低的格局也正在被构筑。那么接下来，黄金在现在又来到了1345，那在这个地方能不能空呢？我觉得大家要警惕一些，因为黄金如果在这个地方再次涨上去的话，它就会形成跟欧元一模一样的情况，涨破掉前方的压力线，下方的压力线，低点变得越来越低的压力线，然后我们在1345这个地方再做进一步的观测，如果没能涨破的话，出现了再次往下走吞没的信号，我们就应当再次去空黄金啊。如果出现了欧元像欧元昨天这样的那样的形态的话啊，这个地方涨破了怎么办？对，破上去可以使用突破交易、突破买涨，或者是回踩之后再次选择一个黄金的多单。黄金的多单，短期来看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看到1小时啊，看到1小时，昨天在给大家的一个黄金的空单的操作建议，就是回踩到关键的结构位置，是吗？昨天黄金在1355，我告诉大家，在这个地方尽量的不要去空。OK，尽管空是顺着趋势在空，但是你的位置太差了，位置太差了，我们应当去等到它回到一个更加的位置，再去空黄金。OK，那么这个位置1345。OK，就是它曾经的一个支撑跟阻力，就是我昨天讲到的一个关键的位置。尽管黄金的这一个交易空头的交易损益比还可以啊，1:1.61，大家注意看啊，1:1.61前方的一个低点作为也还可以，也还可以啊，就没有达到1:2，还再往下一点就达到1:2了，就是这一个损益比啊，作为昨天黄金在关键位置的一个短线交易的空单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看到黄金在走到1345之后，在它啊，每当你看到市场上收出这样的形态的时候啊，这是什么形态啊？1小时当中又在趋势线边缘，又在前期压力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这是什么形态？墓碑状是吧？墓碑状，日本蜡烛图。啊，我们有3个理由在这个地方可以去做空黄金。第一个理由是前方的支撑跟阻力互换的位置，支撑跌破了之后回到支撑位。第二个理由，前上方从顶部来自于顶部啊，来自于顶部的一个下降压力线的压制。第三个，出现了墓碑状的 K 线图，三个要素决定黄金在这个地方，你要么在 K 线的这个墓碑收盘价做空，要么在这个开盘价做空，两个位置啊都可以。但凡以后出现这样的状况，三个因素或者是两个非常非常好的因素都共同促使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去空的话，如果在蜡烛图它本体上给出了一些很好的信号，如果出现像这样的墓碑呀，或者十字星啊。或者这个3只乌鸦呀，3K 反转呐、啊，像这样的形态的话，我们都可以去介入。那如果是像这样的形态出现的话，我们介入到的话，其实这个损益比啊，就是如果你是在我刚才讲到过，能够入场的话，那损益比的话是比刚才在我给大家说的那个位置1344这个地方要好得多，损益比的话能达到1:2.8。往下来都1:3了啊，1:3了，要好得多。那所以说，昨天黄金这个空单的交易机会，大家应当是把握住了的啊，应当是把握住了的。在1350这个地方能不能空？其实如果趋势再往下走，当然这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感觉啊。因为我昨天讲到过说，说这个地方空思路是没有问题，因为它确实是一个下跌趋势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在下降趋势当中，应当是去等到一个更好的位置。昨天黄金在晚上就创造出来这个位置，三个要素都符合我们的交易的观点，所以说大家应当是在1345附近去空黄金，啊，去空黄金。好，那么我们来回到现在，现在怎么办啊？现在怎么办？同样的道理啊，如果黄金在1344这个地方，它再没能往上走的话，它再没能往上走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会考虑再次去往下空。
所以说现在由于今天晚上会公布非常重要的数据，那么所以说黄金在此，我现在先按兵不动，我不会再去在这个地方去交易黄金啊。另外的就是它如果强烈的突破怎么办？如果它强烈的突破，那么我觉得黄金在1345这个地方会被形成一个趋势的反转点，就是这一波下跌趋势的反转点，那么我会去反手去再去买入黄金，短期之内我会反手再去买入黄金，就现在的价格来看，我会先按兵不动，先再做进一步的观察。我希望大家跟啊，希望大家都跟我做同样的一个啊，做同样的一个这个准备，好吗？如果它突破上去啊，它如果它突破上去，就跟刚才我们讲到欧元对美元的路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再回到欧元对美元，再去把这个思路回顾一下。注意啊，跟这里很像，非常非常像，我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那看见没有，非常非常像。如果不看昨天的话，啊，就这样子，是不是一模一样啊？大家注意看。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怎么办呢？往上走了怎么办呢？第一是突破交易啊，对不对？突破去买入啊。第二个是等它回踩到这个地方去买入啊，都没有问题啊。黄金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啊，要么被突破上去，突破当即涌入场，要么在突破上去回来的那一瞬间把握住买点。再次去跟入黄金的啊，如果刚才我讲的第一个就是说，在此啊，在1344，如果出现了向下的吞没的话，出现了向下的吞没，那么我们等回踩，等回踩一些就可以去空了啊。现在这个状况，因为一小时还没收线，所以说不能看出太多的一个信号。但是我今天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尽量的还是不要在这个特别特别关键的数据公布之前去做交易。我觉得。尽管有时候方向会对，但是打掉止损的概率也很大，因为他喜欢，比如说像非农啊，对吧？喜欢上下打，打个100多个点，其实也很正常。尽管你的方向是对的，你是看多的，但是他往你空的方向那个打90个点，说不定就打到你的止损，再往上走，概率还是蛮大的。那所以说，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时候，超级周内啊，也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消息要公布之前，我建议大家先不要去做太过激进的一个布局，先观察，以观察为主。好吧，这个是黄金啊，这个是黄金，啊，这个是黄金，我们就把图留在这儿。那前方的一个高点的话，前方的一个高点，这个地方空单的，我觉得还是可以持有了。就是1365这个地方的空单啊，我觉得既然抓到了一个顶部，那么剩下一部分平仓一部分的话，那另外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可以去持有啊，就不要轻易的放手。如果这个地方是顶部的话，那接下来黄金往下走的概率还是蛮大的。如果再往下走，那么你根本就很难再去找到黄金再次回到1365这么高的一个好的位置再去空它。那所以说，接下来咱们有在顶部空单黄金的同学，剩下的那部分仓位应当是去继续再持有它，等待它再次下跌。我觉得从机会成本考虑，这样的一个打算是非常合理的。OK。好，我们来去把这些图删掉，太多了。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一样的，把这个线画在自己的图表上啊，看它在这根 K 线里面怎么走，一看它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模一样。如果往上走，那结果大概率的会是继续往上涨，继续往上破，继续往上涨。那在这个地方如果形成吞没了的话，像这个样子啊，出现墓碑状啊，大型阴线的吞没了，大家应该是再次去往下做，才是对的，现在先不动，我们来最后看一个澳币好吧，非美里面等待筑顶形态。首选澳币啊，就是我对于澳币的观点呢，其实都是相对偏空一些。就是澳币虽然说它在非美当中也走的比较强，但是我认为澳币它未来走跌的概率很大。
在0.8815、0.8115这个地方，它现在又去往上去走了一个去够顶的一个状态。那所以说，澳币我反倒觉得在这个地方它没能去破掉的话，还是会继续往下走啊。在4小时当中，我觉得我去给大家画一个三角形，顶部三角形的一个这个状态，那么你就去看澳币啊，两套策略，注意啊，澳币两套策略，我建议是在1.81这个地方选择破位的多，和在1.8066这个地方选择破位的空。想起什么来了吗？欧元对美元，还记得吗？啊，我的建议是啊，大家注意看，把它缩小，4小时澳币顶部的三角形整理，选择在1.81，价格是多少来着？1.81130破位的多，和在1.8060破位的空，啊，中间不要交易，现在正在往上走。但如果这个地方打破怎么办？那澳币会继续往上去攀，去到1.8120，1.8200。所以说，我们现在给澳币它一些这个呼吸的空间，看它在这两个位置的 K 线反应。那如果破的话，大家一定要回到我们在1.23那个地方破位去买入欧元的思路啊，一定破位去买入欧元的思路，就是在这个地方突破当期，应当是去用入场。那如果我是不建议在这个地方去空的啊，大家注意啊，我不建议在1.8120这个位置去空的，尽管它是一个阻力位，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空，好吗？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空，直到它如果真的遇阻往下走的话，那么说明这个顶部三角形的调整会结束，那么我建议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 sell breakout 去做破位，澳币在顶部再次筑顶三次、两次、三次之后破位的空单，多的话你等它去突破去多，这个是我对澳币的分析，非常简单。啊，现在来看，往上，现在来看，在1.8091，很尴尬的一个位置，很尴尬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不建议大家现在去做啊，不建议大家现在去做，看怎么走吧。走到这儿突破的话，不应当错过这个机会啊。我觉得澳币如果再次突破1.8190啊，1.8120的话，上边的空间会被进一步打开，我会去更加的看涨澳币。OK， 所以说有同学问老师说在这个地方能不能空澳币，我说 No， 不要在这个地方空，你要在更低的位置，好吧。那今天的一个讲解就到此为止啊，我的一个解盘就到此结束。那么给大家3到5分钟的提问时间，大家可以在群里或者在那个 Webinar 啊，在 Webinar 上面跟我提问。啊，我看一下有问题。澳币能不能挂破位多、破地的单子？两种策略啊，我说的就这个意思啊，我说的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不建议去挂啊，我不建议去挂，因为你可以盯盯盘，因为挂的话，因为由于数据行情，它可能带来上下大型影线的波动啊。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澳币如果在这个地方破上去了的话，你在它回踩的那一瞬间，然后使用限价入场去多。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去挂的话，挂。由于有数据行情啊，它往往会上下打，对吧？你看今天的非农，还有晚上这个川普的讲话，Federal Reserves 他的讲话，对吧？议息会议，这样子往往会带来像这样子比较强的一个上下的波动，那么这个波动会使得你的止损很容易被打掉，那么我建议就是说，如果往上1.81这个地方破了，它回踩下来的时候，就是你一个要去看那个当时的 K 线的状况啊，一旦破了就是前高，你注意看这个地方前期的高点，如果一旦被一个 K 线打上去了，在它回踩下的那一下，你去限价选择入场，或者在破了之后，你在那个低位的更低的位置去挂单入场，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破，没破的话，我们如果现在使用挂单的话，就是左侧交易，不太建议啊。同样的道理，在低位的破位也是一样的，破下去了，你在它反弹的那个选择限价去入场，选择限价去入场，这是我对于澳币的看法。
就是不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就是数据行情即将来的时候选择挂单，因为挂单太危险了。挂单，因为大家经历过非农啊，那还没有经历过更早时期的非农，像在那个2006年、2008年那个时候，2010年那个时候的非农，那时候黄金上下波动两三百个点都是家常便饭，像这些货币啊，上下波动两三百个点，随随便便就是两三百个点。现在稳定了多，现在基本上都是五六十个点，是吧？100个点都是很厉害、很厉害的波动了，所以说像这种状况啊，我建议是选择现价去做。啊，这个 Jason，OK，好，那我们看其他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啊？1.81呀。澳币1.81价位，什么兑美金吗？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澳币兑美金啊，这个是澳币是零点，就是0.81澳币兑一美金啊，0.81澳币兑一美金。Mary，那个你说的是什么价位兑美金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懂。啊，这个是澳币兑美金啊，这个是澳币兑美金。他说的那个应该是这个美金兑澳币啊，他说那个应该是美金兑澳币。OK，好，那我看看有同学讲到原油现在怎么看啊？我看看原油 WTI。啊，原油当时有破位的空单啊，有破位的多单。原油当时有破位多单，我们看看日线啊。原油日线级别来看的话，再次上涨过后，大型阴线的往下跌。那昨天是消息面的驱动了，对不对？啊，消息面的驱动使得这个原油再次在。啊，消息面的驱动，这个使得原油再次在这个顶部在66的时候出现了大型阴线的往下吞没，因为这个产量对吧？原油的这个我今天看来的消息就是它的这个开产量远远大于预期，原油的这个库存呢，所以说原油在往下再走。目前来看呢，就是原油多还是空？我当然是看多啊，因为我们之前讲到过，原油是它今年的一个走势就是一波牛市。而且是一波大牛市，原油是一波大牛市。一旦从50这个地方突破上来之后，就是一波大牛市。那现在多空怎么看？我觉得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短期出现了大型阴线的向下吞没，那短期来看应当是一个空头的走势。啊，在1小时当中，我们看到1小时当中一个高点变高、低点变低的格局正在形成。啊。很简单的通道，对吧？很简单的通道。那所以说，原油按照短期，由于受到消息面的冲击和消息面的一个驱导，使得它在一个66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低点变低、高点也在变低的格局。那么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其实节奏来看，其实非常简单去辨认的，就是下跌、下跌、回踩。再次下跌，再次回踩，再次下跌，再次回踩，再次下跌，再次回踩。那么，按照短线的思路来讲，原油就应当是一个再次回踩之后，再次去空，啊，再次去空。那么目标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放在63.20这个位置，放在63.20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很好的位置，就是在曾经的一个4小时当中一个支撑跟阻力互换的位置啊，就是我画的这个蓝线的地方。曾经原油涨上到64.84，下跌回来，回踩到64.50附近，然后在这个地方形成破位。那么如果它反弹的力度足够强烈的话，那么再次来到64.90这个位置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会好的一个空点。
啊，更加好的一个空点。那么在4小时，这个原油的头肩顶就形成了，啊，就短期的一个头肩顶，那么会在这个地方形成。OK，但是大的方向啊，总体的方向，我还是建议你在原油在调整到一个低位的时候选择去买入。我觉得在63附近，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曾经原油破位的位置，大西洋线上涨下跌下来，再次回到63附近。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应当去关注到，再给它一些时间，再次回到63.2030附近的时候，选择一个原油的顺势的交易，好吗？尽量的选择原油的顺势交易。短期如果要是去抓那些，去抓那些顶部的空单呢，左侧的空单呢，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你要注意，但是要注意就是，第一是止损要放好，放小一点，止损要放小。第二就是你要接受一个逆势交易所带来的一个这个胜率方面的一个丢失啊，因为逆势交易它往往会经常去打掉你的止损。啊，所以说我更加建议是再耐心等一下，现在是64嘛，64.60嘛，然后离我们63.13还有将近一个80到90天左右的距离。那么等到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形成一些双底的结构，或者是形成了这个大型阳线的吞没，再次往上涨，那么在那个时候选择去限价去买原油，我觉得要靠谱一些啊，就是这是我建议的一个在原油的一个操作上的一个策略。啊，刚才问原油的这个同学啊，很简单啊，就是建议你去啊，建议你去再等一下，等它底位的时候去买原油啊。要是想做这些左侧交易的空的话，就是说止损放小，很简单，止损放小一点，注意风险控制。因为近期来看，原油受到昨天消息的驱导，再往下走，还可能还会要走一波，看你愿不愿意去赌一波这一把原油再往下走了啊，愿不愿意去赌一波了。尽量的选择顺势而为啊，原油上涨太强了，就跟美国股票指数一样的。我们这讲到过一个很基本的原理啊，一个很基本的逻辑啊，就是在趋势强烈上涨的过程当中，它趋势面带来推动的效应，会掩盖掉那些技术面的一个因素。就是在趋势如此强烈的情况下，我们的技术面的分析往往不会那么的奏效。当然了，我说的是这个，说的是大家这种高抛低吸的思路啊，这种传统的一些图形啊。你看，它就是一条直线在往上涨，对吧？像比特币一样的，从100美金涨到2万美金，对吧？我们这种做的就是无脑的去买买买，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趋势太强了。像这个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一样的，道琼斯指数也是那么强烈的上涨，你从日线级别来看，几乎就是一条没有任何坡度的直线。当然，你从5分钟、从1分钟、从15分钟里面可以发现一些很好的形态，但是如果从1小时、4小时，从日线级别，它就是一条上涨的曲线。所以说，我们在某一个品种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趋势当中的，非常非常强烈的趋势的时候，啊，尽量的选择把趋势的因素放在首位，再去考量技术分析。啊，技术分析应当是为趋势服务的，在趋势很强烈的情况下。啊，这是我的逻辑啊，这是我的一个对于趋势的看法。现在原油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就是你看一条直线在往上走。原油能不能在63.80空？63.80啊，我看63.80在哪儿啊？63.80，也就是现价嘛，对不对？现价已经64.08了，我这上面显示64.08，啊，我上面显示64.08，我觉得原油在64这个地方，我其实是不建议空的啊，64.80，就这儿是吧？就这儿，我觉得在这儿可以考虑啊，我觉得在这儿可以考虑去短线的去空一空，然后止损的话放在。啊，我就是止损放在这个，放在六十啊，我这边看不到价格，65.30左右，65.30
六七十个点左右的止损吧，在这个地方啊，因为可能形成一个双头肩顶啊，头肩顶4小时当中的一个头肩顶，下跌回来，下跌下去，回到这个关键的位置，再次往下走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是可以，我觉得是可以尝试去空一空的，仓位不要太重就可以了，因为是一个左侧的空单啊。另外，我觉得我们应当去把注意力放在63这个附近的多单。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选择，啊，当然多空的话，方向取决于你自己了。有的人就喜欢做左侧，对吧？有的人不喜欢做左侧。左侧交易有个好处就是，它一旦抓住了某个位置，它的成本往往比较低，啊，但是它有一个劣势，就是它的胜率不会太高。这个大家自己去平衡和拿捏啊。我更加保守的建议是，等到63附近去多，好吧，Jason。OK，刚才有同学问到澳币在0.8120，0.8120做多0.8120啊，我没有说原油现在能空啊，不要误导别人了啊，同学。我说的是在等一个更高的位置，或者是更加保守的是在底部去多，不然有的同学听到说原油现在能空，然后立马就空进去了，对吧？空进去了，不，这样子的话太鲁莽了，太鲁莽了。澳币在这个0.8120，刚才讲到过啊，就是在。我们再去等啊，我们澳币，我建议大家选择，不是8120啊，是在8120这个地方选择等它突破之后用现价入场，就突破之后你要抓住回来的那一瞬间选择现价入场，或者是在0.8060这个地方破位下去之后回踩过来，然后你选择现价去空。就是澳币的策略是高位的破位的空，高位的破位的多和高位的一个破位三角形底部的一个空，啊，都建议大家选择现价去做，啊，就是想交易澳币的同学、投资人呢，在对于这个品种的观测上啊，多把注意力放在它的现价上啊，不要选择挂单，因为在这个位置挂单的话，由于晚上这个数据行情的一个去倒和波动，很有可能带来上下影线实体的一个。打止损。啊，我们还是把这个。把这个放在群里再说一说啊，免得这个同学现在听进去了。原油的话，短期来看确实在受到消息面的驱导，它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现在空的话，位置我觉得不太好，不太建议。更加建议大家的是原油。等到在63附近那个地方的一个顺势的买入的多单，所以说在现价大家应该再耐心的等一下。如果要去空的话，我觉得更好的位置是空在64.90那个附近，因为我们去看到它在64.90那个地方，如果再次形成阻力的话，可能去构筑在4小时的一个头肩顶的结构。那么在这个地方空的话，效果会好一些。那更加的选择是顺势的做右侧底部的耐心等待之后。在63附近去买入原油。好，那今天的一个亚洲盘的讲解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明天在下午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进行探讨，祝大家交易愉快，明天不见不散，拜拜。